宋少倍儿感谢我，你知道吗？弄一百块钱，嚯，他第几啊？第一，团体第一。我一说到七十，啊，到七十，差，你这一百跑三十了。啊，我这捞七十，跑三十，捞四十。就说你说他那一百，是跑完以后的？不是跑完以后的，就净捞的。啊，净捞的。哦，咱那第一名给130呢。啊，不是130，就是100块钱，奖金100块钱。那你快就掏报名费了啊！报名费赚七十了。嗯，对他赚七十，我赚七十，我等于是赚四十，所以我幸亏还。打下的。就是给你饿，我也进去才知道。是吧？那您哥就说一句话，完事儿了。说一句话，砖头砸太硬了，让那谁熟了锁的，锁的帘儿挂不住了。也给您哥，您哥高。那锁大够不住，我也没看着。着个急，对，那着马急，哎，太哥也没钱的，急去，呀，今天的战手不怎么玩儿。下个棋着什么急呀？哎，对吧？我今儿师兄的眼镜戴上。
啊，你哥怎么不揣个马呢？你，你不，对吧？行，我也没说过呀，对吧？行。靠吧，我操，我抓死了。多退点，退那儿去，多退点，猫猫了点兵马呀。嗯。你多退点都好。还没退去。啊，你自己去捉死耗吗？干啥呀？
诉求。这样不理你怎么弄？女人就那于你就觉得人生就下来，费点时间，费点时间，前十几步。他开始得势了，现在有点小得意了，有点小笑容。现在都厉害了，起哈！这句没必要啊，倒一颗炮多了，我好倒一颗黑炮。再进去，再上完，一起。不是小。你不虚也得虚那那个，不虚跟你嫩那儿了。哇操，不飞线了。飞线了。哇操，这臭气。保持不能让王林退马呀，王林踢出去下去，你退出。不行。就像闪避了哈，嗯，去上市场过去。漏的不小，这个漏的不小啊，不够细致，操！优势彻底零发。我操！不吃马呀，走界棋！我操！我不理你。吃马了，下周。人家多马，你走嘛？对炮吧。多马对炮，啪嚓一下子。上二路过来，什么意思？啊，你走嘛呢？人家各攻一面的，你这一界棋。那肯定不能砸你呀、啊！退马你走嘛，咱回去老豆腐。都别下人。嗯。那你靠那儿啊？这你靠那儿就倒霉了吧？哦。再砸。哦，再砸，要一将，我操！要一将。
老牛逼的棋，王宁这招高，操他！完了，挂他了。这是个好棋。是不是这棋？那个，哇，这两步马不是多走两步马？这两步马多厉害了，是吧？嗯。你就得拦点炮啊！是啊。啊。对。两炮对啊。七九会。名人拦炮。有一个九一八穿和服上学学校，九月十八号是吧？不是报上的。上学校干嘛去？他干嘛？学生是吧？啊，学生穿和服。纪念九一八嘛，这不都是日本的吗？他穿着和服去。九一八穿和服遭倒霉嘛？啊，他那个评论就五万多条。啊。嗯。这不切活吗？已经警方可能都介入了。啊。嗯。高度重视。展开调查了已经。这是个手臂。
哎去，杨家蒙宫，我去。啊？怎么走的？怎么？吃冰吧，你看效果怎么样？听说效果不差，对吧？嗯，我俩去。啊？我俩去，懂吗？吃完吃泡泡他后腿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上次运作你借俩这球都怪难受的。垃圾就我操，那哪行？撞了一牺牲了，咱这戏一看新华的在跟寻川行戏
差糖死了，咱得可得激动。然后还要弄一炮，我操，这都牛逼最大了，现在。这多厉害！这连晋中兵都不一地了。都没有将军。将大局，我操！我都不信你还敢玩造型，还。这事儿不怕。大局跟彩局。彩局是不行。这回马背。一根根炮。是。吃完那吃的。不行，那不行，不能做空就跑，他不能做空就跑。规矩补习完了，他一坐上你就补习，你别打车，你打车他退马，退马跟吃胖，退马踩你这一句，吃胖，吃我不吃的很，那行，对吧？啊，这行，哪里这行一看就跟行穿的差行似的，这都。多新鲜啊！满出漏风了，知道你也是漏风，我也是漏风啊！我可是现在咋跟学这比，怎么像呢？看不懂啊！哎呦我操！你退字呢？都看跑。他看跑，你给马吃了。马吃。啊。退了。你说呢？这期，忍一忍，风平浪静，始终让这小妾心推，哎，忍一忍，变成你吃它，哎呀，对吧？他得挑一个。飞象顶牛呢，行吗？把牛子先顶上，扛住马腿，海阔天空。我说，宁哥，你不扛住他，他要是造型，他就会跟上。赚钱不是。一起，没哪事儿，挺牛。往哪儿跳啊？干嘛也没事儿。干嘛没事儿？只要别炮生了来打你就行。你将来你用不得乱。你的狙也不是吃素的。他狙位还不好，让人一推炮打狙，他这个乱七八糟，他也活不了几期。位置不好，
亲爱的姐妹们，不超时也不行。够忙，我跟力哥行事那个风格差不多，那是具体思路。这屋里那么热，不通风啊！操，外头不是下这点热吗？操，是啊，都挺凉快的。行哈，离得热，看不出。哎呦，这是哦，王八炮这是。龟背炮嘛，王八炮嘛。上哪开棋呀、啊？这那么响啊！这几步，我操！这还要进攻去，这那边不动啊，这叫猛攻，他又来了，他又，我不说他又得走瞎走瞎走别的。饥渴难耐，下棋。我喝剧，必须过呀！不让那马场去。马也不敢上，嗯、不敢上去。上上敢上，我特有那个风。敢上。扎象亏点哈，扎象亏点。哎，这是正着，碰活子。这是果贺，我教的。这个呀，这个你活动马路，他能。这砸他，哎，来菜了嘛？就等着多活，这多一个出来，这就难产，这不就难产一样吗？这个马不能靠，哎，又回去了，顺势出去，你看他抢多少步啊？嗯，哎，这啥玩意儿？打门都死了吗？打门这就骂了，哎，操，打门打死了，你真说的，说是想出去，嗯。别拖那个，给马给他弄死，弄死他打你，等会儿做出来工去，马也活了。拖慢了，弄死一大宗，小叔将回去抄。哪儿？我操，大宗将回菜了。再吃炮，等我糊弄他，估计糊弄小孩。大将怎么都直接都菜了？气了。是吧？我操，你多累，那伤。轮吃炮去吧，他叼你叼着牙了，他不敢砸兵了。你跟他轮呢？走了吗？走完了哦，完了吃。
啥味儿的？一泡都红色。峰哥要不跟掺和上，也许我就看见了。那瞎跟他掺和。哎，掺和掺和没事儿。掺和掺和没有事儿啊。吃东西都不要味了，晚上话说的，我得接着再找人说呀。苗香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苗香好，还有公司去。那之后啊，苗香那边是多。你问谁呀？啊，来这边。你问谁呀？你来不及，你家走那么忙，嫌你牛逼是吗？他不是。嫌你猛可以。就打相嘛，那必须的。他可能没什么感想，不猛了。他可能待不住。哦，没遇到了我。还能拱，还能这样，不能拱。你可以不理，你不有根吗？也是不懂事啊。我不懂事，你走吧。我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啊。我不懂事，你走吧。哎，这是什么话？你走啊！两个人的前夫。哎，真是刚才砸箱砸死的！哎呀，妈，八步到不了，交枪！我操，你也落八点。有点意识。哎呀，现在是嘛意思？看来局面你不错呀，卡脖。卡脖。哦。多平一步。这是嘛意思呢？你瞎走啊！你帮忙嘛，给你。妈的！啥事？怎么？啥事你杀不死？这啥？我啥事杀不死？我妈那天你跑过来来一张来来一张到五号五号看着，哦，看着。哎呀，跳马，他还有个跳马看，怎么错这样？他要穿了好几个剧啊，那笑话坏坏的。骗不了你，对，你骗不了，穿不了。啊，怎么穿不了呢？我还得跟你说了呢。这回我哥没给他做饭了。笑话坏坏要穿好几个剧，听书。我糊弄他，我不跟糊弄小孩似的。自老哎，这心情难受了。
就好一来一回。还得治啊，然后治药是。我说峰哥呀，跟着给我掺和掺和。哎，我也想着，峰哥，怨你了吧？两头一掺和，我这要就难缠了。我看看吧。得失得失，就是吧，你们一起走吧。哎呀，你喝不多还杀不了。没有的，腹便是要直接就开始了。哦，可以。我腹皮变小了。服不服？组织干不过他。服不服？快换房。好。还有意外收获，我操！得喝了，喝不喝？要不喝，我这么多籽儿给你喝，要不跟白喂你给，因为踹我们几个人看不见，为了给你一个。
公司的不行。公司就赢了。公司是啊。嗯，赢不了了。怎么会赢了呢？公司。公司过一个天哥嘛，你不给妈不都给扒了吗？请讲一下。这好，这是两桌，客气客气，让两桌别一块儿聊。也是，哎呀，白菜一顿。
要耗时间。干啥去了，张伟？没有啊，接个号。嗯。这是满砸过来还打门儿，一天还干的。妈，你怎么大驴鸡巴的？不是我说你弟弟。嗯。哎呀，你还是忒年轻啊！请坐。圈里，哦，圈里，我知道，我让你知道这老虎怎么轻松的吃相了。之前我来你斗过，哎，规矩，戒指下棋，这他妈。不闹哪儿有点儿，我这边闹可以吵，那么多次棋了，还有这边。妈，两步子完。回马车了，我看不见。哎，马车来一个。我问完了，不行，白叫我炮，没挂上上去，没骑。就是回马车了，最稳的。骑现在可以添多少，差点感觉。操的，这个一个气啊！他是搞笑，搞笑，别等他了，马上搞笑。那你这软肋下手，我这个腹部下手，再犯，错了，这希腊怎么臭了？我现在。